一六怎么样？一边怎么样？啊？伤口很痛，哦，就是包割，懂吗？那你一会儿还得挨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直接跳，这是为什么我要做？不好意思，坐，现在坐，现在坐，我已经跳十字来急了，跳十字，前后都酸，然后皮很紧，很痛，是哪里是皮的？啊，是这边那个。他单腿不可以，现在好像年轻人，他勉强的，现在轻松吗？啊，现在轻松吗？打的都没感觉。现在他在打球，不一样啊，但是有点勉强。他勉强吗？他现在单腿，你怎么单腿啊？马上轻松一下。现在你单腿跳，两个腿一样，都是一个，随便。刚才怎么样？你的好的那条。你等他消了肿瘤，非常好，你可以星期一去训练。我觉得你星期一可以打球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还是这么还是这么年轻，啊，怎样？没有事，我正好他这个电视台跟着我，可以，然后正好训练了，就是取几个镜头。哦，没问题，因为我跟他们谈过2012年以前在奥运会前那种受伤的时候，我帮过你们，对啊，但是以后很好，不错，一直都没有复发，对吧？对，这样，对，你脚踝的伤都没有复发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挺好。那你觉得我是这么想，你是到底是你自己想，还是还想继续打保持的这个高水准？我觉得是行，没问题，我就跟那会儿联系。对，好，一个系统叫接下来我帮他二排，啊，他的主要的颈椎肥大的解决了，其他的药物啊都帮他解决了，所以他的情况好了，百分之90以上，很少没有，所以他你看他木啊，很年轻，对啊，对。应当能够只帮他腰一下，但他不够气，你看他打球没有气，所以动作走形了。你呢？我觉得，肺，你的气量，所以你缺氧的情况就会出来，高对抗的时候，因为你的水平是最高的，所以是缺氧。另外就是手的视线，因为我最近颈椎跟那个腰，脑子缺氧。手的爆发，你的杀球应该比以前更重。你现在杀球，经常要先杀球就比以前重。还有中背就是这个位置。对，这个位置可以让你通过吗？转身吗？还有就是，那么男单比较重要，弹跳力啊，弹跳力，要轻松。那么一个人老不像状态一样，没错，对了，你老是起不来，累，好像热不到那个位置，而且热到以后你坚持的时间也短。那我觉得我们。